来关心江宜市的消息，江宜市文雅国小今仔日伫校园内举办动漫看起祖孙情传统动漫体验活动，活动由国际动作会台湾总会主办，并且透过现场十个游戏关卡，让囡仔体验阿公阿妈时代的游戏，每一个关卡拢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涵。为了孩童体验以前阿公阿嬷生活的游戏，嘉义市文化国小26号特别甲国际动作会台湾总会做伙办理传统动漫体验活动。现场总共准备10个关卡，由学校的孩童做伙体验挑战，现场充满欢乐的笑声。文化国小校长表示，活动不只是一场游戏，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透过古早动漫，让孩童更加了解以前的生活方式，并体验到现代生活的便利。这一次啊，非常的开心，能够跟同济会啊来一起来合作。有同济会这边啊，提供我们的人员、专业的人员还有设备，来到文雅国小来办一场童玩的体验。那现在的孩子他面对的大概就是3C 产品啊，平板、电脑、手机。但是同济会这一边就这一次的机会，带给孩子不一样的体验。啊，包含这一些都是我们阿公阿嬷级啊，在小时候啊，在自己制作的，或者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童玩，包含昂阿飘、滚铁圈啊、扯铃这一些有趣的活动，能够带给孩子不一样的体验。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探索跟体验。国际动作会表示，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生活，也增进家长跟囡仔之间的交流跟理解。相信这样的活动将会成为学校一段美好的回忆，让更多人去关注跟保护台湾的传统文化。总会的宗旨就是照顾幼童与社区的长辈。那今年我们童玩在总会40届就已经承办，到今年已经有11年了。那也是希望小孩子能够离开3C产品，再回忆哦，阿公、爸爸那个年代玩的玩具，哦，那能够让小朋友跟家长有互动，增加亲情。的连结。活动由国际动作会台湾总会主办，并透过现场10个游戏关卡，让囡仔体验阿公阿嬷细汉时的游戏。而每一个关卡拢有文化意涵甲乐趣，并让孩童珍惜现在生活。新闻台闽台七彩虹报道。